八点，，Hello，大家好，Hello，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6月23号啊，现在是晚上时间8点啊，我们的常规网课呢也正式的开始啊，今天呢我讲的题目是股市与现实脱节了吗？还是你没有看到这些变化？在讲座题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做一个互动，如果大家能听到我的声音，并且比较流畅的话呢，回复一下啊，有方便的话回复一下，这样我知道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啊好，我看到有人回复了，那证明整个流程是顺畅的。好，谢谢 Helen，谢谢 Maggie，哎呀，我感觉我找到一点直播的快感了，今年很难，但是机会并不少，那么今天呢是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呢，是指数大讲堂，我主要会给大家讲，与工业指数最相关的两个指数，啊，工业制造指数最相关的两个指数，啊，欢迎大家的到来，现在，现在人数已经很多了啊，这次大家都知道我的课比较守时，都是提前进场，我是很守时的，然后我一般不会拖堂，那么首先，在讲座开始之前呢，我们先做一个风险声明。交易有风险，并不是定期的存款可以保证回报，所以呢，不适合所有人。第二呢，本次的内容和观点呢，是一般信息，不涉及到金融产品的建议。本分析呢，没有考虑到您个人的财务目标、财务状况和需求。Gomaxis 1998年成立，提供股票、外汇、黄金、石油指数等多种金融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券商和一般性的这个建议咨询。我们的牌照号码 AFSL 是254963，公司注册码 ACN 0818640039。回过头来，我们做一个自我简介啊，我叫奥斯汀陈。之前呢是在中国的金融机构任职，后移民澳洲从事金融业服务。那么我个人呢也是服务过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也在这个过程中呢，在交易过进行过挣扎、学习和这样的一个整理，形成了自己的交易理念啊，比较熟悉各类金融产品的特点以及相对应的策略啊，擅长于顺势趋势的研判和把握周期性来配置一些资产组合。我的客户应该经历过或者听过我的课，都知道我对于一些分析的投资还是比较精准的啊。之前在3、4、5月份的一些投资策略呢，在6、7月、6月份也得到了一些验证。个人对于股指、中澳美的股票和大宗商品、外汇都有过丰富的交易经历。首先呢，我们来做一下市场的回顾，正好呢又赶上了6月的这么一个最尾的一个交易的一个星期了，那么很有参照意义，因为上次在5月底的时候，我们也做过这样的一个讲座，因为6月中旬呢，有点事情，所以就那一期的课程呢就给耽误了。那么到回顾到现在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5、6月份呢，SP500 呢，整个走势呢还是不错的啊，维持在2900点以上，然后呢，做了一个向上的一个上攻状态以后呢，在6月的中旬下跌啊，回后又上升。目前来讲，虽然没创这个没有冲破6月中旬的高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个走势的过程中，它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图形。大家能不能看到我鼠标？可能能看到，然后这边我也整理了，就是说从3月9号，然后12号、16号、18号连续的四次熔断以后呢，在这样的一个底部，美联储宣布无限量 QE 以后呢，市场开始掉头直上，在6月份的时候，实际上，在议息的这个阶段呢，鲍威尔呢称在2020年都会保之前都会保持零利率，所以说，大家可以注意三角形这个地方，也就是2938点那个位置，市场出现了一个反转，或者是强有力的支撑，我们可以把它作为我们维持这个逢低做多
SP500 的一个关键的参考点。我记得我在四月份的时候说，我说SP500 呢应该是一个在这个区间内进行一个整理，在这个区间内一个这个整理，底部应该是在2700附近，大家可以回溯看我的那个上次的那个课程。然后呢上面的话应该会在3200-3150这个地方啊，最终呢它往上冒了一点头，找到了3230啊，但整体的你看这个波动的区间，密集成交区间也是在3000-3150这个附近啊。所以说整体来讲，我觉得 SP500 这段时间的交易的机会，包括我们做多做空都是可以获利的，因为它是一个整理的震荡行情。那纳斯达克100的走势呢就比较凶悍了啊。当时我们在5月底的时候，我们看到的纳斯达克是在9500点附近。其实在9500点以上呢，我个人是不建议去追多的啊，就是说这一段行情呢，就500-600点的上涨行情呢，我是不建议去追多的。甚至我个人认为呢，纳指在突破了历史的这个前高以后啊，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就是说可能会有一些获利盘，但是它很倔强的往上涨啊，但是也在这个美联储议息的时候呢暴跌一次，也是到了9300点的附近又这个强势的站住开始往上走，那今天可能又是一个上攻的一个行情。所以纳指的走势的话呢，可能是全世界来讲都是最强势的一个市场啊。那我们也看一下全球市场的一个走势情况。我把红色的部分标出来的是代表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上涨的股指，也就是半导体和纳斯达克，也就是说科技是吧？科技板块是今年唯一有正回报的。像纳斯达克是到9950点的时候，它的回报率就达到了10.85%，今年year to today。但是大家可以看其他的板块啊。像道琼斯还是 P 啊，今年还是维持一个下跌的情况。然后德指，英国的FTSE 100、富时100也是下跌的。啊，西班牙、意大利、法国，整体来说欧洲都是下跌的，目前还没有回血啊。澳洲呢，6058点，从今年的起点开始来讲的话，也是一个-11%的这么一个区间。相对来说的话，中国的上证指数呢，因为3000点附近嘛，所以说整体来讲还比较稳定啊。今天可能有一个上涨，但是现在的话也是没有达到今年年初开盘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情况。我把全球的股市给大家列出来，从这个图里面可以看到，整个市场出现了很大的倾斜。就像我们上次说到，纳指有多强，纳指的上市公司可以买下全球其他所有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啊，就有这么强。那么在这个地方，你是应该追涨，还是应该做空，还是应该等待？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三种选择的权利或者方向。那么接下来我们也会聊一聊应该怎么做啊，会比较有利。但是在看到这个市场的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其实啊，整个股市呢啊，已经从三四月份、五月，这个二三月份的这个下跌呢，已经缓过来了。那现在虽然还没有完全的，去收复今年的一个下跌，但是整体流动性的问题，包括这个股市的一个热情度，已经恢复的七七八八了。就像我们可以从其他的数据上去找到一些在股票市场里面乐观的一些信号。OK， 那股票涨肯定有它的道理，我们去找一些信号有什么样的一些信号呢？我们以苹果的一个内部数据为参考，苹果的手机它可以记录你的这样一个移动这样的一个跟踪你的一个 GPS。 那么我们以1月13号作为一个移动数据的一个参考点为100，大家可以看到各大经济体的现在一个活动率。美国呢
是这个蓝色的出现，它已经涨到了121。如果以1月13号作为一个点的话，那么它现在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恢复状态。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美股最近呢比较强势，也是有道理的。当然，这也与我们那个 BLM 的游行有关系吧？我觉得，大量的人都出来是吧，举牌子。然后德国也是恢复的比较好的，德国涨到了115。那么比较弱的呢，就是像意大利啊。西班牙呀，这些国家，还有英国，所以我们反过来去看的时候呢，可以看一下，其实这些也能说明问题，对不对？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啊，他们的恢复比较差啊，整体来说呢，这个人们上街或者说出行的欲望不是很强烈，活动率不高，所以它的股市呢上涨的反弹也比较小一点。那我们可以看到，对比一下澳洲来讲的话，应该是居于他们中间啊。澳洲在这段时间实际上恢复是很不错啊，只是因为这两天呢，那个墨尔本好像又反弹了一些，所以最近来讲的话，我觉得大家又紧张起来了啊，但是我觉得紧张是好事啊，紧张是好事，并且呢，大家有这个重视的程度啊，在重视中恢复生产和经济的话啊，对我们接下来的整个的恢复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所以这个数据，我觉得可以让大家去理解一下，为什么最近呢市场相对于乐观，就是实际上在科技公司，它可以看到你背后整体经济的活跃度啊。那第二就是汽车销售的情况啊，在回归正常。实际上在3月份的时候呢，这个作为大型的这样的一个滥用消费品支出的汽车，它是下滑的非常严峻的，因为大家当时都这个不能够出门嘛，然后抑制了很多需求。从4、5月的数据来看呢，汽车的销售呢也开始攀升，虽然没有回归到之前的一个状态吧，但是这样的一个反弹的情况，我们也可以看到，好像也是一个 V 型的一个形状啊，也能够用这张图呢来看一下是不是标普500，是不是澳指200啊，好像是有这么个意思。然后我最近呢也在关注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汽车销量的回暖。啊，哪些公司卖的车卖的最多，卖的最好？这里面其实有很大的这个叫什么讲究，或者说要又有一个新的投资机会。然后接下来呢，我也会给大家去讲啊，去分享一下。那第三就是原油啊，原油的供需实际上是我们在3月份的时候当时是极度悲观的时候的一个很关心的问题。也就是说，当大家都不开车，飞机都飞不了。是吧？生产停滞啊，国际贸易停滞的情况下啊，减缓的情况下，我们的原油是不是需求会很弱？那从现在的 Q1、Q2 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来看的话，库存是一直在增加的。那么呢，需求呢也是没有完全的跟上。但是从接下来我们预测啊，我们也可以看到接下来的预测的数据会出现一个反转，一个 V 型的反转，也就是原油会出现一个。库存减少，但是需求增加的情况，并且供给还会在3季度维持一个下跌的状态啊，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那原油价格的反弹是不是也是有一个支撑的，或者说未来是不是也是可期的？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市场里面呢，和我们在这个08年的这样金融危机的对比。我们也可以看一下，08年是白色的这样一条走势图，然后呢，蓝色的是我们这次这个COVID-19 导致的金融的突然一个暴跌的一个走势图，大家可以发现，我们用有史以来最快的速度跌入熊市，然后又以有史以来最快的速度恢复到牛市，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抓狂的一个走势啊。那么在3月、4月，有很多投资人呢，在这个阶段，挺过来了，那么养老金实际上或者说基金来讲的话，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一个折损，甚至投对了一些领域的，像医疗啊，或者是移动互联网这方面的，还比较收益会非常好。那么，在这个下跌的过程中呢，随着这样的一个救市的行情、放水的行情，然后。适当的去做了一些补仓或者是抄底的动作，那么这次来讲应该是算
得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叫什么便宜吧，或者说叫做收益。我们讲其实很多时候市场呢不会给你一个特别好的回报，但是特别好的回报一定要有特别好的波动性啊，在这种特别好的波动性的时候，也就是往往产生巨大收益的时候。如果每天只有 5%、1%、3% 的波动，那么可能你想做出来一个100%、200%、200%的收益其实是很难的。但市场当有剧烈波动的时候，然后又把握到，还是不错。所以我们在这次的疫情市场里面导致的金融的这样一个 crash 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这根蓝线和这根白线相比的话，它的力量是很强烈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图也很重要，这个图讲了过去这十多年来整个 VIX 就是风险指数的一个走势。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COVID-19 导致的这一次VIX 指数的飙涨应该是创了历史新高了啊，然后直接就可以媲美08年金融危机当时的市场的一个恐慌程度。那现在呢VIX 指数呢也有效的被抑制住了，然后可以看到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风险的偏好也开始回归了。那么风险偏好回归了，钱呢就会去找到一些相对来讲收益率更高的地方，而会博取一些叫做一个就像股市的这样的收益。也这样也能解释，就是说我们在这个 风险数的这么一个下跌的情况下可以看到，所以说最近来讲很多资本是尤其是小资本吧是比较乐观的，对于接下来的一个涨幅是比较乐观的。所以我从这个里面呢给大家找到了线索呢，就是说带大家回顾为什么我们最近这段时间股市涨得这么好，我们从哪些数据上可以验证到市场对于唱多的或者说看涨的这么一个乐观的情绪这里面其实我们从其他的数据上或其他的指标上是可以找到根据的，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它有道理。比如像我们再回顾一下比如我们的活动率增加了，我们的汽车销售增加了，对吧，我们的风险偏好增加了，对吧，包括我们的原油需求增加了，这些实际上都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积极的方面。那么同样股市又出现闪崩也反映出了投资人的一个担忧情绪为什么说在中期来讲是比较难的一点呢？难的一点就难在这里，其实在六月份的时候，也就是在美联储议息那段时间，市场是有一个急剧的闪崩的。我们把这种闪崩怎么理解，实际上怎么理解都可以，比如说涨得太高了，对吧，比如说市场实际上并没有一个持续上涨的一个理由了，比如说就是正常的回调了，或者说这就是代表了接下来的一个常规的一个走势了，就是涨，然后一个猛跌，对吧，都可以，你怎么去理解怎么去解释都可以。那么但是我看到的是什么，我看到的是实际上很多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在这个上涨的背后，实际上还是有极大的一些不确定性，也就是说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种上涨了以后，通过了连续三个月的暴力的上涨以后，反弹以后，接下来的市场实际上我们是有很大的一个风险和不确定性的。那么如果你有一定的操作能力和你有一定的跟踪能力，实际上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讲一般是比较考验水平的你敢不敢去追这个涨是很考验这个水平的。那么也会有很多人呢在这个地方选择去等待，就像我们刚才在活动刚开始讲座刚开始之前说，我说现在这个阶段是每个人都面临三个选择，等待做多或者是做空，对吧。所以说我在看到当时这个下跌的这样一个巨红的这么一个 SP500 的情况下，我想到的是什么，我觉得市场还相对来说比较脆弱，还是比较脆弱，只是后来呢因为又释放利好的信号，突然一下又把整个底部的这个线又拉回来。那么之前我们也说了，就是说 SP500 的那个关键支撑位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第二就是其实我们在这一次的这样一个叫做什么救市的情况下，我们的债务水平实际上是
达到了一个最高的水平，可以说是达到了二战级别的一个水平，也就是我们叫做不惜一切代价吧，要把经济危机化解掉，不要把它变成这个这个叫什么，不要把它变成经济危机啊，把经济危机化解掉，不要让它变成经济危机。那么在这样的一次救市或者说这个对应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发达经济体的这样的一个发债规模是非常大的啊，然后发展中经济体也是又创历史新高啊，可能没有那个要说蓝色的线看得那么夸张，但是从绝对的比例来讲的话，其实红色的线的比例会更大一些。那这也反映了我们其实背后这部分的流动性的一个危险吧，对吧？不踏实，就说实话，这个钱来的不踏实，是吧？借的钱嘛，啊，并没有说通过业绩、通过生产制造产生的一个正向的一个这个回报。那么第三就是疫情，其实疫情现在大家看这个数据是900万，非常非常牛逼，900万了，已经就是以每个月这个月好像涨了300万了嘛，我上次讲的是600万。这样的一个增长速度来讲的话，实际上并没有抑制住整个经济复苏的一个势头啊。那么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疫情 2.0 和 3.0 的波浪中，我们没有找到疫苗和应对方式的情况下，我们发现实际上就是所谓的这种隔离，所谓的这种经济停摆，并不能有效的去化解这个疫情的扩散，反而呢有序的去扩张生产，恢复经济呢，可以保证我们在面对抗疫情的时候的一些，比如说生产物资，比如说人员配比调动，包括我们的一些需要的新的一些像呼吸机啊各种方面的一种响应。那么也就是从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为什么在疫情 2.0， 大家看这个黄色的柱状图，在创又一轮新高的时候，我们的股市反而站住了，或者说比较稳定了，这也说明救市的这样的一个成功吧。我觉得从这个层面上，我们不得不去夸赞一下，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市场里面，如果说大家已经很艰难了，还去，对吧，然后还在金融市场里面不能找到一些机会，然后还在这个吃不饱饭的情况下还忧虑明天的公司是不是要破产，所以说会更难。在这个层面上我觉得做的是还是有效的，有成果的啊，虽然我们讲没有在医疗上取得成果，但是我们在信心上面已经战胜它了，对吧？大家还是从这个恐怖里面或者说恐惧里面慢慢在恢复出来。所以说我觉得在疫情 2.0 目前我不确定是不是真的会有一个 2.0， 但是目前即使在抬头的情况下，大家反而好像有一点适应了，或者说叫做有一点慢慢的在接受了。当然前段时间好像因为北京的一个水产的一个新发地的情况，就是卖那个大量的一个生鲜呐、一个集散中心出现了疫情以后还是采用那个比较极端的控制方法。那么我们不评论它的对错吧，但是确实呢就是说各有各的选择吧，但是我觉得整体来看股票也没跌嘛，对吧？大家还是对待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恐惧在慢慢的减少，但是会不会有更严重的我们也不确定，所以说还是要多多的观察，直到有疫苗的这样的一个结果。然后第三就是像中美冲突、中印冲突、韩朝冲突、沙特冲突这些突是吧，一直没停过。中印最近也是好像在这个新疆西藏那边呢也出现一些领土的问题。然后中美呢今天还放出来一个叫什么乌龙吧，搞了一个乌龙子，突然一个暴跌，后来这个大统领说啊没这个事儿，中美的这个贸易的这个一个合同有效执行。那韩朝前段时间把那个什么联络大楼给炸了是吧，那沙特呢前段时间说那个伊朗又偷袭他的油井，对吧？这些事情好像并没有停过，一直也是在不绝于耳。那么这些冲突越多呢，那黄金就越涨，或者说叫做大家这个避险情绪呢就越浓烈。
也就是解释了为什么六月份整个黄金市场还是非常好的一个回报，然后我们也值得去关注啊，值得去关注这些事情。还有接下来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大戏啊，就是美国大选。美国大选，我们当时在这个2020年美国大选时间表里面就讲到过这个问题。那七八月呢，可能是比较关键的啊，比较关键的一个步骤的开始。然后九、十月、十一月啊，这些11月3号就大选日了啊。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一个季度里面，我觉得大家会想方设法的去增加自己的这样一个选民或者是博弈的投票。那么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哪些人关心什么事情，选票在哪里，是吧？那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到我们接下来的市场的一些投资热情啊。我当时也讲过，就是有一个特朗普指数，特朗普指数就是这次道琼斯的最低点和 SP500 的最低点。当然纳斯达克实际上走的强势一些，没有打过来啊，没有打到那个低点。但是从道琼斯指数和 SP500 指数的这个恢复程度来看的话，我觉得川普这一次应该又可以就是说比较开心嘛，最近是吧，叫什么，叫做股市又回来了。那中美的这个大博弈的话呢，我觉得也不是一个短线的机会，应该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格局的改变。那么从历史经验来看呢，我们把中美的这种博弈关系总结成四大结局，大家也可以去思考一下，我也总结在这个 PPT 里面。第一，中国被遏制，美国成为维持世界霸权，如美日的贸易战关系，就是最终来讲的话，日本成为 Number Two。第二呢，中美脱钩，形成对立阵营，形成美苏对峙。第三，中美合作共治，形成以中美核心利益的 G2， 如德法，推动欧洲一体化。第四，中国崛起，美国衰落，如同大多数的霸权国家与新兴大国的崛起，一个替代关系。那么大家也可以去想一想，这个叫中美的对抗会走到哪一种结局。当然我不能去我也不能说我说的一定对，但是我们可以去想一想接下来大概率会怎么走。OK,SP500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 PE 呢现在也是在稳步的提升，也就是说红色的越多代表它越被高估啊，就是说这个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啊，绿色代表它被低估。纳指呢，这个是我上次讲过纳指有多强，纳指的主要的上涨来自于这个五朵金花 FAAMG 这五家公司。那么如果这五家公司但凡受到一些影响，那么纳指的这种上涨就会变得非常的脆弱，或者说它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调整的。啊，像星期五的这么一个暴跌，上个星期五的暴跌就是来自于苹果公司要封闭它的线下公司的这么一个新闻，然后产生了这个巨大的担忧。所以说周五实际上一个暴跌以后，周一开盘就一个低开，我们整体实际上也是看空的，就是说，但是呢，最近周一周二的涨势呢又好像在频繁的打投资人的脸，但是你只要做好资金管理，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无所谓让他怎么去做，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公司的估值也是相当的贵了啊，大家可以看一下，相当的贵了，都基本列出来，它整个在市场里面的这个面积图越大代表它的市值越大，所占比越高，所以它的影响力也越强。 OK， 我们讲一讲七月如何做投资。还是以 SP500 为例，我做了一个这样的线形图，这是一个这个标准回归线。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它围绕着这样的一个标准回归线的上涨通道呢在做整理的震荡上行，然后呢整个的这个蓝色的线呢形成了有效的支撑，那么现在在停留在3000点附近。对我来说的话，我从这个图上看到的一个感觉就是绿色的这样一个宽幅区域应该还是有效，但是我们会把这个底部的一个叫做支撑放在第一目标放在3000点的位置，也就是说3000点位置的 SP500 实际上是有一定的支撑能力，然后往上呢突破3250点以上呢，那么这个压力就会随之而来啊，会随之而来，也就是说3300点、3350点这个地方实际上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只要在这个通道里面它在正常的运行，我想
也就是底部呢做一些多，然后上部呢减持一些，就这样去陪着它玩耍。如果它一旦跌破这个的话，我想首先第一个有效的支撑的目标位应该是到了2650。从现在的市场的一个情况来看，就包括我们分析了它的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我觉得短期给不到这个点了。这个我要强调一下，就是可能短期不会回到这个点了。也就是说，我承认美联储在这一次的这种印钞救市的这个手段成功了。那么如果想等到2650点，在短期我觉得可能不会有。那如果有的话，我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去分享啊。那么第二次下跌在哪里？现在根本就看不到第二次下跌在哪里，整个通道非常有效。每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会有消息放出来，要不就是大统领，要不就是鲍威尔，是吧？反正想方设法，疫苗信息也给你搞出来，就是让你支撑一下。那么，围绕这个支撑线吧，啊，大胆的去做一些参与。然后这是一个高盛的一个 focus 的图，大家可以截图做一个了解吧。OK， 我们讲第二部分，也过去半小时了，不知道大家听得开不开心？如果听得开心，可以给我是吧点个赞。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面是吧，给大家讲这个内容啊，也是准备了很久，所以每一个图呢，我都是用心去截取啊，去画的啊，或者去找的这样的一些线索。那么2020年有多难，我相信大家都能感觉到。很多店还没开门，很多老板可能也在想着下半年去要不要转型了啊。但是说实话，今年的机会还真不少啊。怎么讲呢？我家今年刚刚买辆特斯拉。为什么我说刚才我讲到说特斯拉这个公司为什么最近涨得这么好？实际上，在这个汽车销量反弹的时候，我们要看哪家反弹的最猛烈，实际上就是特斯拉和 Toyota。Toyota 现在的销量啊，在澳大利亚大家可以查一下，基本上是第二名的一到两倍左右吧，就这么强势。那特斯拉呢，是特别鬼才的一个东西啊，就是目前来讲，现在。有消费能力的肯定都是年轻人嘛，对吧？那么他们很愿意买这种电子产品玩具。那么特斯拉也确实订单都排了很远并且它有很多种套路啊，你去了让你换个轮毂，让你加一个这什么长续航版什么的，反正你总得多掏个5000-10000刀在那儿。当然无所谓了，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机会还真的就是来自于我们对生活的观察。那么在像汽车的一个市场里面，特斯拉在从今年的，我们从去年推荐的到今年来讲的话，实际上但凡你持有，你都是赚钱并且赚大钱。甚至如果你要带上一点点这个低位的时候，一个叫什么越跌越买这种策略啊，就资金管理策略的话，那么可能是好几倍的收益啊。这个机会是不是就是我们身边的机会，是不是就摆在我们眼前的机会？包括我们看到左边这张图the most valuable brands in 2019。那么这些呢，代表了我们市场上最值钱、最让大家这个耳濡目染、最有记忆的一些品牌。实际上，这个我当时也说过，我说在股市暴跌的时候买什么就买这些，你就看着这个图里面，你看哪个顺眼就买哪个，肯定能回来，对吧？因为大家认知能力都在这儿，大家就知道有这个东西，它就会多多少少它就有它的，除了它商品价值，还有它的品牌价值。那么我觉得机会还是有的，就是说看你怎么去把握了。当然呢我自己也是这么要求我自己的。我最近其实也很感慨，我有一个客户在4-5月份赚了1.1亿。我们直接聊的时候，当时跟我说哎Austin， 我最近赚了1.1亿啊，你看一下。我说哇，你太厉害了。实际上他买了股票，他都跟我分享过我也看到他是怎么做的。但是大家也可以想一想，为什么他能赚1.1亿，对吧？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一个对于机会把握的一个有效性，就是你够不够确定，你够不够对这个事情够不够确定，够不够坚信啊？这个直接影响到你会不会去参与到这样的一波机会里面来。所以大家要学习啊，对吧？大家要回顾历史，我一般都会拿很多的图和数据让大家去回看。其实，
就是说嘛，历史不会一样，但是都有相同的注脚，就我们就要多学习，多要去观察。喝口水吧。OK， 第二部分，今年呢是电商网红物流的狂欢年。其实，在03年的时候呢，电商呢一举夺魁，干掉了所有的线下的这个销售，然后开始高速成长。那今年其实也是这样。大家想想，拼多多今年涨了120%，是吧？京东呢涨70%多，亚马逊创历史新高，在这种行情下面创历史新高，是吧？阿里巴巴也不用想了，从当时开盘80-90块钱涨到现在200多，也是非常优秀的。那这些公司在干什么？其实说白了，就是因为他们在利用这个大家出行不了，大家又有消费欲望和需求的情况下，他基本上把控了市场所有的交易额和成交量。啊，当然这次历史或者说时代特别富裕的，所以人要赚钱也是需要时代富裕。说实话，那么我们也把这些公司的一些情况呢总结下来了，写了一些这样的股评，包括像澳洲的 Cogan， 对吧？那简直就是妖股，现在涨的。还有这个 eBay， 是吧？这些如果有兴趣，大家也可以来找我们要这样的一些股评报告，跟大家去分享。所以说，你说大家可以看一下说，你说这些是不是机会？其实这些就是机会，就是我们有没有达到这个认知能力去想到这些东西啊。包括前段时间我跟我一个朋友聊天，他说今年我们公司已经完成一年的业绩了。我说你们做什么的？他说我们就是做物流的。我说我做物流怎么赚那么多钱呢、啊、这个太神奇了。我说做物流的，你看现在这个飞机都飞不了，为什么还能赚那么多钱？他说这你就不知道，我们物流实际上是要包机的，就是说白了就是我会把这个仓位时间提前买下来。那当时在2月份的时候3月份的时候，我们的仓位实际上都已经在年前就定好了，或12月份就定好了。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只要有仓位，别人就愿意给钱，因为什么？运送的全都是防疫物资，根本不差钱，你就开价随便涨，对吧？那一个月就把今年一年的业绩全部干完了，很开心。那包括我们大家都了解的，像 DHL 是吧 ，FedEx， 还有我们中国的这个顺丰啊，这些公司实际上都不错，真的都在狂欢。那当然啊，在一个阶段，如果你再进去说啊，那我要冲进去了，这个公司好公司，我觉得包括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像这些电商公司什么，其实大家都要想一想，涨了这么多的时候，是不是你接盘的时候啊，还是说你去等待一个更好的一个入场点？其实我是偏向于让我的客人或者我的这些朋友们去关注它，找到一个更好的机会。我始终看好它的成长，但是呢，做投资，对吧？和这个叫什么？这个不是说瞎买的，还是要有技巧。然后之前我们也讲过一个问题嘛，当时在3月份嘛，就是说经营价格比嘛，经营价格比创历史新高，在人类历史上没有过啊。当时是黄金暴涨，白银不涨，因为白银代表需求嘛，黄金代表避险，对吧？避险情绪极度强烈，需求极度弱。所以说产生了一个经营价格比的一个历史新高，当时白银价格在$13左右。我说，哎，$13不错呀，止损12块钱，11块钱多就可以去参与一下。现在大概涨到17-18，啊，大家想一想，一手是5000盎司，是吧？一盎司涨了5块钱，哇，25000块钱美金，不错啊。OK 了，这个，我知道有的客户还会问呢、啊，还能不能涨，对不对？现在涨还能不能创新高啊？这个我也可以回答，会的，因为不加时间周期或者不加机会成本的话，实际上这些问题没有太大意义。那么我回顾的这些东西呢，实际上就是希望大家去引起注意，接下来还会有，并且我们也一直在强调啊，所以在接下来的这些讲座里面，我强调的机会，大家如果有兴趣，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呢主要是回顾一下之前我们做的一些交易的一个推荐，比如说像 Hong Kong 50啊，当时推荐在2250点做多啊，我相信我们 VIP 客户都有收到过这样的短信。然后现在的话 Hong Kong 50也回到24000-25000了，
SX200 的话是刚刚截的图，也是跟 SP500 一样，对不对？在这个区间里面作为一个整理上行啊，下行的这个通道很明确啊，我们支撑的位置就是可以试一下多单啊，然后这个初出的这个橘色的线呢26500点，大家密切关注一下。然后昨天喊了一个 TGR 的空单，TGR 是做三文鱼的啊，大家应该知道最近因为这个新冠疫情第二轮嘛，说是因为海鲜生鲜的冷链的问题导致啊这个病毒可以传播，所以说大量的捕杀这个生鲜活鱼啊，或者是这些冷链的东西。那么我认为呢，可能最近呢会对于它的公司的业绩和需求产生影响，所以说在一个合适的价格做了一个短期的空单的一个 trading tips。 我想VIP 客户都有收到，如果有参与到的话呢，如果按照10000块钱来算的话，今天应该赚了500，它大概跌了5%，然后我们目标位是跌10%。黄金最近是很不错了，整一个月维持在1670以上，所以说每次回到1670就是我们干什么去买的时候，然后呢到上方的时候我们可以持有不动，也可以获利部分了结啊，黄金还是比较好操作的一个月啊，但是一定要胆大心细啊，不要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说哎呀跌下来了空它，那就废了，对吧？一上去全亏。方向呢，我们维持我们的方向，我们的大方向就是多，对不对？我们看多黄金啊，那么低点就是进场点。CCL 之前喊过关于可口可乐的一个消费复苏股，然后最近也不错，9块多了啊，已经早就冲破了我们的目标了。OK， 还剩下20分钟，我们讲一下股指产品。今天讲 DEX 30和 Nikkei 225啊，这两只股票这两个股指呢，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日本。大家看到这两个股指就想起了全世界最强的制造业啊，除了中国以外啊，德国和日本啊，真的是非常有代表性的。那么这两只股指呢，我觉得很多人就是老手吧，或者说做股指的老手都会很关注，因为很有意思，或者说叫做很符合市场的一个走势规律，也就是我们在研究它以后会取得不错的一个回报。或者是战胜的这个胜率吧。首先我说过我当时要发愿，我要把所有的股指讲一遍，现在已经讲到了GP25 和这个 DEX30 了，那么基本上其他的都讲完了，还剩下一些流动性小一点的，那么可能接下来也会给大家讲啊，但是这几个就是说之前讲过的，像US 2000 US 200 500 W30 Hong Kong 50 China 50，这些都是我们极度或者说依赖或者说这个熟悉的产品，那这些产品的话对我们做股票是非常有帮助的。 OK， 股票指数的优势呢，今天也再强调一下，大家不要嫌我浪费时间，因为可能有新的学员没有听过。那股票指数的优势是它交易时间长，股票呢它是每天有固定的交易时间段，但是股指呢是24小时的。大家听到这个是不是感觉很兴奋，对不对？是不是很兴奋？所以说我们股票今天跳开跳空的时候好害怕，但是股指就不会跳，它是绵密的，对不对？它是不断的在走，所以说当有旁外消息发生时，我们没有办法做股票，可是我们可以做股指。那么呢，股票呢指数作为投资组合，它是分散在了个别公司的那个风险，然后它是相当于是选取了一批优质的公司，比如说像道琼斯呢，他选择了是美国最知名的30家蓝筹公司，那么纳斯达克就是买了美国最优秀的100家成长型公司，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省去了一个去挑单独的这么一个股票的公司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出现了什么不好的消息以后我们就很被动，对吧？突然交易不了了或者什么样，那么股指呢就这个就它就比较灵活，并且相对来讲它就是抗风险能力还好一点，走势的规律好一点。那么第三，指数的走势呢比个股还容易判断和理解一点啊，
比如说想了解中国股市，你就可以看看 A50 的大概的走势。然后就是持仓成本，持仓成本的话，我觉得它的交易手续费呢是要比股票低的啊，并且呢它不会额外的收取你的手续费，只有点差这样。它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就是它可以对冲风险，也就是说在你持有股票的同时，如果最近产生一个下跌风险，你可以用股指来对冲啊。 OK。DEX 呢是德意志交易所，它所编撰的一个指数，它是有主要有30家公司，它也是全世界证券市场里面最重要的指数之一，它含有像宝马、奔驰啊、西门子啊、拜耳等等这样的，就是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些公司。那么它的五大权重股呢是 SAP、西门子、拜耳、巴斯夫和安联，大家可以看一下权重，它是其实是有一点。怎么讲叫做偏颇的，就是这五家公司竟然占了这么大的一个份额，所以说这个估值来讲的话呢，要密切关注这几家公司的一个报告啊。但是呢这个 DEX 指数呢它是考虑到了股息收入，所以说它会将所有的股息收入都会投在股票上，也就是说即使股票不波动有股息的话， DEX 也会涨。DEX 也会涨。那么 DEX 怎么躺在那里，不好意思，我怎么把那张纸整丢了，哎呀 DEX 的东西对 ，DEX 可以作为可以跟那个标普500，大家可以看一下。DEX 呢比标普500呢要走得慢一点，那么我们可以用标普500作为 DEX 指数的一个先行指标，因为他们俩的这种趋势相关性还是比较明确，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SP 500，然后来指导做一些盘外的 DEX 30的指数的交易。这个大家可以观察一下。那第二就是 DEX 呢它有很多公司呢都是欧元区的大型出口商，所以说欧元的疲软往往利好 DEX 指数啊，往往利好 DEX 指数，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反向关系，也可以用来作为我们操作 DEX 的一些观察角度。OK， 好，不好意思啊，今天这张 slide 不知道怎么就弄丢了啊。然后我们讲 Nikki 的话是东京证券交易上市的一些股票啊，选出了225家，也是日本最好的一些公司啊。它采用的是平均计价法。目前呢是日本来讲是历史最长的一个指数，目前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了。我特意截了一下这个图，实际上在这个报告里面呢，我大家可以查到其实有很多像这样的一家公司的这样的一个成分股的话，我觉得它现在比较偏颇的就是有大量的这个放在了讯销和这个软银公司上面啊，这两家啊占得非常高。所以说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家公司的报告对于 Nikkei 225的一个影响，225家公司，这两家公司占到 15% 接近，还是很高的。那么在行业比重上面，我们也可以大概看一下，它是比较偏向于什么技术类啊，或者说生产制造啊、原材料、金融它很少啊，但是与之相反的是 Hong Kong 50金融占到 60%。所以 Nikkei 225呢是非常能够反映日本制造实力的一个制造这个情况的回报的一个指数啊。然后这张图我觉得非常好，大家也可以截取一下。
还在停止吗？这怎么回事？这样好了吗？这样好了吗？这样可以看到吗？我重新的 share 一下我的屏幕。我直接 share screen monitor 吧。OK， 就 share 这个。现在可以吗？现在可以看到吗？我停在了这个一季25。哦，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大家回应。那么我们之前回过头来看一下，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把它放大啊，这个是我从东京交易所调取来的一个图片啊。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前三名的成分股啊，主要是迅销啊 ，Fast Retailing 就优衣库啊 ，SoftBank 啊，深圳一啊 ，Toyota 啊，Tokyo Election Ltd 啊，这几家公司占的它的比重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这几家公司的一个回报率表现。它有225家公司，才有这个两三家公司占了接近16-17%的这样一个比重，所以说是一个也是一个比较也现在也比较偏吧，我觉得。然后它的主要的行业比重，它金融占的很少，主要是与工业制造有关的比较多。那么从尼基二五的这样一个图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它确实能够记录和反映日本的这么一个经济的历史。那到目前来说的话，它还没有回到当年最鼎盛的日本，对吧？最好的时候，日本的房价和股价都是全世界最牛的。那现在来讲的话，不怎么，对吧？不怎么景气。然后红色的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是一个这个上证交易所的一个走势图。OK， 尼基225呢，大家实际上最近交易的话可以参考一下 WS30 啊，这两家。但长期趋势来说的话，我觉得尼基225我是比较看好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日本呢，实际上在这一次的中美贸易战里面，它是赚了大便宜，很多的资本或者说这个生产制造都回流到了日本。东南亚呢会承接一些，但是比较优质的会回到日本。再加上日本呢最近也开放了移民劳工的政策，吸引资本，对吧？包括日本对黑人的态度啊，包括我觉得各方面吧，也跟很多在日本的朋友聊了以后，觉得日本摒弃了地产这一个恶习以后，真的不错。OK， 因为这也是最大的，大家想要这张图是吧？想要这张图，我直接点全屏可以吗？直接点全屏会不会要我重新滑一遍？啊，你看，算了，这个回头给大家发吧，我发到小助手上面或者什么。大家回头可以下载 ，OK。还剩下5分钟左右，我们聊一聊。对，还剩下5分钟左右，我们聊一聊我们的这个问题吧。不好意思啊，今天因为掉了一张 slide， 然后现场直播出现了卡盘，很不好意思让大家收到了不好的体验。那这张图我会把它放到我们小助手的朋友圈里面。大家都可以看到了哈，尼基二五也就是在我们叫 GP 二五啊是一回事啊，只不过我们把它的名字改了一下，价格是一样。我看看有没有问题啊，好像没有。有一个叫苏闪成的问什么的，欧镑怎么操作啊？欧镑的这个外汇问题啊，其实大家可以咨询一下 Johnny 老师啊，他是外汇高手啊，我觉得我就不在这儿给大家去指点了啊，因为我觉得各有所长吧。
黄金一年内的走势，黄金今年是到目前为止是回报率最好的资产了，是最好的呀。在包括你看像纳指到现在才涨10%几嘛，对吧？黄金今年涨了多少？那不可比啊。所以说黄金今年来讲是很强势的，只是说涨得这么高以后波动率增加，有一些回调，这很正常啊。我当时也给大家画了一条线嘛，1670嘛，对吧？那么如果1670跌破回到下一个支撑位的话，也是一个很好的买点呢。我认为在1650再往下，如果能给到1600，那不太美了嘛，对不对？那这往上的话，可能它无限要冲击1800啊，1800冲击完1900，这个都有可能啊。只是说，市场它是在一个博弈的过程，它不是线性的，它不会一下子就涨到我们要的那个目标。OK，大家还有问题吗？有问题的话，我跟大家聊一聊。APT 和 KG 跟可以做空吗？Maggie 张啊，我听到了这个。哎呀，我跟你讲，我对 ATP 啊，真是，哎，怎么讲呢？我是非常想空它的。我之前空过一次，但是被狠狠的抽了一下。但是当然还好，当时是两张单子进场。有一张单子赚钱的时候，平掉了，还然后后来又亏损掉了，基本上，但整体还是错掉了这张单子。所以 APT 呢，说句实话，我觉得有一点过了。当然，它有很好的一些东西在吧，就是说比如说互联网啊，有数据啊，对吧？然后又是比较新型的一些消费的这样一个信贷呀，但是我觉得消费信贷实际上不是很优质的信贷，哪有我们房贷坚挺啊？房贷谁敢不还？那银行股多好。然后 KGN 是真的是涨得太妖了，今年我要方便的话给大家调一下 KGN 的一个图片啊，觉得。KGN，大家可以看 KGN 的走势啊，太吓人，从3块5到现在14.8啊，这个涨幅啊，我觉得要做空，这个位置有点堵，但是呢，怎么讲？先看它的一个有效支撑吧。我觉得它如果说破了它的有效支撑的话，我觉得可以试一试啊。当然，这是比较冒进的行为啊。从交易讲来讲的话，交易实际上是不看多与空的，看机会和性价比，所以。整体来说，我觉得涨了这么多以后呢，我不会再追涨。但是你要我做空呢，我也不敢轻易的冒进尝试啊。所以再等等看吧，有点耐心，好不好？我们实际上面对的都是有3个选择嘛。Can you still USD？啊，这个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因为现在下不了仓啊。如何给股指估值？这个其实很多交易所都已经给到了一个最叫做公允的一个方式，大家随便 Google 一下也能看到啊，就是这个是来自于它整个交易所的这么一个报价，它是综合了它所有成分股的，它有的是用股票计价，有的是用这个股票和所有的市值来平均计价，这个是。不太一样。BKL 今天建议做空。BKL 最后一个问题啊，BKL 是徐老师喊的吧？BKL Blackmore。哎呀，BKL，请问可以买吗？今天建议做空，目前跌下来，今天还真是跌下来了啊。
那说明大家赚钱了呀，是不是？我还没吃饭呢，BKL 可不可以买？你看这个线，我这根红线，它是一个标准回归线啊，就是说目前来讲的话，可能这个区域会比较好一点啊，比较好一点。如果你觉得要买的话，我觉得这个区域会比较好一点。那你要说从技术来讲的话，跌破应该空嘛，对吧？但它也有支撑。看日线，日线。哦，你是看到了这个60日均线。啊，我觉得可以试试啊。你看大盘如果说啊维持比较好的一个走势的话，我觉得可以试试那么止损就放在74呗，对吧？可以试一下。啊，问题太多了啊！我刚才说最后一个问题，现在9:01了。CCL 可以买吗？CCL。CCL 不是之前就喊过了吗？CCL 实际上比较，我觉得从长期来看的话，还是比较安全的，只是说它没怎么涨嘛，对吧？大家可以看一下，没怎么涨。然后它目前来说的话呢，也有一个向上抬的一个感觉，觉得如果能给到低位的话，就可以再试试呗，再买一点。我觉得在这个产品上面，这个股票上面，我觉得它还是跟着可口可乐、跟着这些饮料啊、软饮的需求走的。那么这些需求只要上来，它的量肯定也会上来。它是做包装的嘛，那么它也会上来。并且这种行业呢，虽然说谁都能做，但是在澳洲，据我了解，能做的就那么几家啊，不是去你家就是去我家。所以说，对他们来说也是有效竞争比较弱。你也不可能说从新西兰拿过来一个包装吧，或者从中国空运过来包装吧，对吧？还得从他们家买。所以这种，在澳洲这种市场真的很奇葩的。就是在中国可能便宜1毛钱都可以干掉一家公司，但在澳洲不会，你只要差不多，这生意就能做。好，今天就讲这么多啊，那个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下次的课程，然后今天的内容到此，我就给大家 say goodbye。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的培训课，然后最近加入我们 VIP 的客户呢，也会收到我们7月份的这样一个培训班的邀请，会收到我们的培训班的邀请。感谢大家，祝大家晚安，see you，拜拜。